受欢迎电视剧偶像，年度实力偶像，年度飞跃艺人吴磊。很快乐，很享受我现在的状态，不断努力进步我自己的演技。我要感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粉丝，对，是你们给我支持，我才能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我一定会拍出更好的作品，演好每一个角色，来回报每一位观众。然后我希望我这辈子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好演员。